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场地内所有人员，请将您的手机调至静音或者关闭状态，观看比赛时。欢迎大家来到旭日家居乔氏杯第七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中国区决赛第一阶段第1至8组第7至第8场比赛。 下面介绍本轮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2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史天琪、张兰坚。3号台裁判员温龙，运动员郑鹏、苏尼日。4号台裁判员王丽婷，运动员雷伟民、尹红星。 5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王岩、司小雨。6号台裁判员王小月，运动员张汉轩、刘洋。7号台裁判员董春波，运动员赵若彤、张道伟。8号台。 裁判员张宝，运动员关鹏、特日格勒。9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运动员冯立、申思。10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张烨、刘坤。11号台裁判员傅一冉。 运动员王青、马腾。12号台裁判员孙树敬，运动员温铁军、刘天书。13号台裁判员易龙，运动员杨海、张岩。14号台裁判员魏金亮。 运动员白鸽赵宏毅，15号台裁判员周世荣，运动员赵启明、奚宏宇。
PV 二号台裁判员王忠辽，运动员申重阳、陈国忠。TV 一号台主裁判刘金浩，记录裁判员石凯奇、陈光旭，运动员周晨、刘松。下面主持人开始。Thank you.